来把监狱方向再继续门槛儿哈。好的啊。啥走？今天你想吃啥走？一上来就吃吃吃。不吃饭吗？今天我做个好吃的犒劳下你不？你想吃好吃的吗？还是犒劳我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跑这儿的大哥。今天买了一块排骨，肉质鲜嫩，我们好好补一下。排骨清洗一下。老表，嗯，对，那个鲜嫩啊，你去处理几天？要不要？还有烧炉。饿的时候，哎呀，你看烫了就卷了，烫一下就。来，姜蒜泡辣椒哈，这个小米呢要多放点哈，才够嫩够味儿。再把排骨下锅焯水，再来姜葱料酒去腥，焯好水了，排骨捞起来。找兄弟姑娘，啥子都帮忙燃起来，还咋个烧嘛？我们再把排骨放进来爆香哈。再来一勺豆瓣，泡生姜泡海椒下锅，再来一瓶啤酒哈，焖好哈。这儿可以和平拌点一百姑娘。没有啦。有。没有了。有。没有了。有。为什么没有了就没有了吗？有啊。我去把它点起来。盖上锅盖焖二十分钟，再放煎鱼。给你两个好东西。我不想吃酸了。不得酸啊。你这晓得啥子不？枇杷。来把煎鱼放下来继续焖哈哈哈。来给它翻一下。好烫。生日快乐。家里还做裙边吃也过瘾的。你不吃点菜？我不吃。你是这儿青菜你都不想吃？我一般喜欢吃鱼。你喜欢吃啥子那边？虾鱼。嗯，又来了。你等着嘛，你慢慢等着。真的起风了，我都怕那上面掉虫子下来。